也就是说，第二场新加坡的歌迷就会听得到你们的声音。然后第三场天津的朋友也就会听到你们的新加坡歌迷的声音。好，所以现在开始呢，我今天会把你们现场的声音等一下会录下来，好不好？但是在录之前，我要先教大家怎么唱这首歌。等一下一到了这个地方呢，大家就要帮我唱这句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先练一下。我们请我们的老师给我们第一句，好不好？我只要你们帮我唱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好，我们现在把它分四区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这一边的朋友先来试一遍，好不好？来，老师给我们一句，是否我是我真的一无所有？好，来，大家预备起。不够大声，再一遍。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还有上面的朋友也要唱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到这边的朋友来试一试啊。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预备，起。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很好，现在到这边的朋友啊，来。我要全场大家听我的指令，一次过来，一起来唱，先练习一下这句，好不好？老师我预备起。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等一下大家记得了好，到了那句的时候，请你们大家帮我一起唱，我会现场收录在我的录音机里面。我们为我们欢呼一下吧，站长一点。Thank you.
震撼到我们身体的时候。